1, 2, 3, start. Om Shanti. Om Shanti. Om Shanti to Avyakti Parivar. Everyone in Avyakti Parivar. 是每个人在Avyakti Parivar的人. Om Shanti. 我想大家现在应该改名了，应该改为Loveleen，心爱的。 因为 我们不只是对爸爸有爱，然后我们同时能够融入到爸爸的爱当中，融入爸爸的家庭。你还是想要把名字保留 Avyakti Pariva 还是 Loveleen Pariva？ Sometimes we need to reflect. 有时候呢。 我们需要反思一下，然后深深的去想一下。当爸爸每次跟我们说话的时候，他都会说：“甜蜜的孩子们，甜蜜，甜蜜的孩子们。”在每一篇 Morley， 不管在哪里，他都是这么说的。所以，甜蜜呢是很重要的。 因为有爱，就会有甜蜜。然后，甜蜜呢，意味着你的心跟你的心思是完完全全洁净的，不受任何过去的影响，或是目前当下的影响。每次当爸爸说：“孩子们，不要带给任何人悲伤痛苦”的时候。 那么有时候一个人可能会在猜想，我都没有再带给别人悲伤痛苦，但是有些人还是会觉得有悲伤痛苦。然后我察觉到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你并没有像你应该像的那样甜蜜。如果你有稍微一丝丝的酸楚或者是无味，就是没有人情味这样子吧。但是如果你有爱，有纯洁的爱的话，那么自然就会有甜蜜，然后在这种甜蜜当中会发生的疗愈。 会分享到的喜悦跟快乐会在那里，所以我相信，在那个内心深处，那个灵魂会开始觉得那个舒适跟那种归属感。所以从昨天跟今天，我一直都在反思关于真正的甜蜜是什么一回事。 甜蜜并不是我该要如何变得甜蜜，而是关于明天的 morning， 就是我们今天的 morning。当你想到我是爸爸原本永恒的孩子们创造物的时候，如果你想成是我原本就很有爱、很宁静祥和的、永远都是这样的，然后我永远都是值得被膜拜的神性的。所以，当我们就算是从神人神像那里，哪怕他们只是被世人膜拜，哪怕你跟他们交换Drishti，你还是可以从那些神人神像那里获得很多的甜蜜。 所以我们一定要成为像神人神像所给别人感觉的那种甜蜜。当然，这也跟我们现在知道的有关系，就是非暴力。所以很精细的，就算是你有想法，我相信现在大概不会，大家不会有了。就是某个人，如果你造成别人的障碍，造成别人麻烦的话。 你会说你会得到那个报应跟后果的。
你做了某件事情，你一定会得到惩罚的。所以这种也是一种很精细的暴力。我时常在这些日子回想起每个祖先灵魂的祝福。Didi曼姆黑尼呢，他经常告诉我们说，你说的任何一句话应该要是祝福的话。无论任何人有什么状况还是有什么弱点都好，你一定要只分享祝福。所以那是50年前的事情。然后有时候呢，有些人他们答应了某件事情，或是他们做不到，或是没做到，或者是任何任务，然后你不断的提醒那个人，你答应了这个事情，你没有做，你应该这样子做，就好像很精细的，很微妙的，我们就是在抱怨跟投诉那个人，或者是你对某个人没有做的事情紧抓着不放。所以迪迪也是常说不，不可以这样。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在给借口，无论是什么理由，那个人做不到的理由，你呢，你的祝福应该要增加他的勇气，他的热情，这样的话才能为那个人创造出那种能力去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当说到真正的暴力，我们需要很小心，特别是对言语上的。我知道几年前有一个很美丽的 book 是讲到言语上的非暴力，就连当我们说话，就连当我们在争吵的时候，你应该要带着那个纯正的感受，无论是你在讲真话还是不是在，就是特别是你在讲真话，真理、真相、真理的话就是真理的话，你不需要去解释太多，不需要去跟别人争吵太多。只有当你想讲更多的时候，你才会去做解释。我有很多这些经验，就是当你有诚实跟真理的时候，你是很稳定的，你知道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真理。但是如果你混入了少许的这个和那个的成分的时候，你就会不断的去解释这一方面。不然的话，如果你只有甜蜜跟寂静的话，你就会有接受。所以想到甜蜜以及非暴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美妙的。我们要给每个人快乐，我们想要跟每个人分享祝福，因为我们全部人都跟爸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也会从爸爸那里获得提示的。我们一些人呢能够遵循那些指示提示，但是有些人知道一些事情是正确的，但是还没准备好去做。我见过很多的灵魂，然后我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事情，他们应该做什么，但是那些灵魂自己还没准备好，你还是不能对他们施压的。所以要保持美好的祝福，因为当时间到了，那些灵魂就自然会扮演那些戏份跟角色。所以这些呢都是非常精微的。美好的祝福，美好的情感是这样的。所以我跟巴曼爸爸在一起，我有过那个经验。当巴曼爸爸看到我们每个人，根据我看到的经验，就是他知道，我知道 Daddy Prakash Mani 很多次他会说某些东西，然后我就会说让我们看看吧。所以 Daddy Junkie 跟那些祖先灵魂我都是这样子说，
但是呢，他们有很多很多的耐心，我想，很多很多的耐心。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根据我们自己的时间，我们当然知道事情是有可能性的，所以你也必须要对你自己有耐心。甜蜜、接受跟爱。那么那个主人爸爸就会感到很满意很满足了，他看着我们的时候。Daddy Prakashmani， 当某个人犯了一个很大的错的时候，他说，我给这个灵魂很多很多的爱，内心给他很多很多的爱，因为这样的话，那个灵魂呢，他们才会觉悟到这个错误是很严重的，他不会离开爸爸，或是离开我们。我要那个灵魂依然保持很亲近，所以我给那个灵魂特别额外的爱，所以这是一种甜蜜，不是吗？布玛爸爸看到某个人犯错了，他给很多爱，他给很多光和威力给那个灵魂，这不是爱吗？这不是甜蜜吗？所以到底什么是甜蜜呢？你们可以更加反思这个关键词，明天我们就会讲更多关于这一方面。Om Shanti。Om Shanti. So now, Om Shanti. So, 现在我们，我们等一下呢，会有跟 Brother Eric 的交谈。但是现在我们邀请 Sister Sherry 来跟我们谈论明天的功课。所以，请留下来。Everyone, 大家 Om Shanti, Om Shanti Didi. 我相信你们每个人有很美妙的时光。我也在反思什么是甜蜜。然后就像 Daddy 在分享的关于非暴力，当某个人还没准备好要做某个事情的时候，你只需要对他有祝福跟美好的情感，你甚至是言语上不能够尝试去改变那个人的那个思维，或者是跟他有任何冲突跟一些争吵，所以这是很好的。所以当我们还没开始去冥想关于爱跟关于甜蜜的时候，让我们看看明天的功课。爱作为甜蜜的力量，我体验到爸爸爱的奇迹。应该是爱是非暴力的力量，所以我体验到爸爸爱的奇迹是充满如此多的力量，没有丝毫的暴力。我体验到爸爸爱的奇迹是充满如此多的力量，然后不带着一丝暴力的，所以这是明天的功课。所以今天的冥想 Sitting here with Baba, take a deep breath. 我跟爸爸坐在一起，深呼吸，然后觉悟到这次是我们回家的一个旅程，回到甜蜜之中。甜蜜的灵魂有额外的芳香，就像一个灿烂盛开的玫瑰一样。
they are highlighting and seeing only goodness. 因为我们强调以及看到的只是所有美好之处。 他们散发的是美丽，以及跟其他人分享他们的祝福。真正的甜蜜，是你内在很长时间的一种修炼。让我们开始从爸爸那里。 得到他的知识地，在这个会合时代，爸爸，启发我，记住，我曾经、现在也是原本甜蜜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的旅程。 变成充满甜蜜的爸爸的Drishti眼神，帮助我忘记我的故事跟我的过去，以及我四周围发生的戏剧，使我成为一个无身体的灵魂。 爸爸的Drishti 帮助我体验到宁静祥和的甜蜜，我家的那种宁静祥和的甜蜜，在我这个家中，我跟爱的海洋，我融合到爱的海洋当中。 它是这个宇宙当中甜蜜、宁静、祥和的存在，让自己能够吸收、汲取爸爸的宁静、祥和，爸爸甜蜜的爱，让自己身体的每一寸肌肤跟细胞都汲取爸爸的这种甜蜜，变成爸爸心爱的。 然后融入到爸爸的爱当中，允许自己在爸爸的爱当中被爸爸的爱所拥抱，然后让爸爸的爱能够唤醒你的力量。 然后对爸爸保持亲爱的这种甜蜜呢，就会显露让我们感觉到，我们感觉到那种深深的连接，深深的力量。 和来自爸爸深深的支持，这种心爱的境界，是个力量，让我能够回家去。Again, take a few moments. 再次的。 花一些时间，进入到那个心中，爸爸这个最甜蜜的存在地，让自己能够在这里休息片刻。 然后慢慢的，温柔的，你发现说，甜蜜。 是没有时间的，它是永久的。然后，你还是可以不间断的带着轻盈、喜悦、爱回到这里。
并且给每个人甜美的知识的 Om Shanti。Om Shanti, 谢谢谢谢 Siri。所以我们还没开始 Abadi Journey 之前，我要提醒大家，我们永恒的故事，今天跟明天的，明天还有一集，然后还有下一周，所以提醒大家，让你的家人朋友知道，让他们可以收回。所以现在欢迎大家来到阿比亚蒂旅程，现在是阿比亚蒂帕瑞瓦奇 chat。 所以让我们邀请我们亲爱的 Brother Eric。 Thank you, dear and sweet Bumiji, and 所以谢谢甜蜜的姐妹。Good evening to each and everyone. To the love. 所以祝大家傍晚好，我是早安，然后祝福阿巴迪帕瑞巴。Given to us, we can make. 甜蜜的力量给了我们，然后我们可以让我们甜蜜的摩希尼弟弟出现，就像魔法性的透明出现在我们眼前一样，所以傍晚好，弟弟。我们都喜欢甜蜜。我发现这些日子呢，每个人其实很害怕吃甜，但是我们却要变得很甜蜜。现在呢，就连 Brahmin 之间，他们也说不不不，太甜了，太多糖了，对身体不大好。然后他们就会远离某种甜蜜，所以我们是否需要汲取那种甜蜜的，就是灵性的甜蜜，而不是用那种人工的，就是人工的甜蜜呢？所以哪一种灵性的甜蜜是我们可以献给Brahmin 的，好让他们可以很自然很舒服的去接受这种甜蜜，而不是虚伪的那种甜蜜，人工的甜蜜，虚伪的甜蜜。I think your mic is very sweet, so it's totally silent. 他说弟弟的麦克风很甜蜜，所以很寂静。他连兄弟讲话都甜蜜了。Yes, can you hear me now? Yes. There was sugar in the microphone. Anyway, I think that I know in Lokic world there are. 我想在世俗的生活当中，有某些人他们尝试想要变得甜蜜，所以呢，这才会产生恐惧。为什么这些人这么甜蜜？他想从我们那里获得什么呢？所以，但是呢，在 Brahmin 的生涯当中，我们的甜蜜是源自于真理的。我们的甜蜜是源自于真爱的，我们的甜蜜是来自于神的爱的。所以呢，真正的知道我们是灵魂，我们是同一个父母的孩子们，然后我们将会成为神人，我们会一起在那里。所以这种爱呢，在心中是很纯洁的。我也知道说，有时候一些 Brahmin 有不同的 sanskaras， 所以
所以跟我们在一起，就是跟别人在一起，他们很难接受。但是我发现，无论是谁跟我们有戏份、有角色要一起扮演的话，我们可以自然的变得很甜蜜。我相信大家都有 Daddy Prakash Mani 跟他在一起过的那种体验。我因为有 Brahma Baba 跟妈妈的体验，以及 Didi Man Mohini 所有那些祖先灵魂，因为他们有对我们有那么多的爱，就像我刚才提到的 Brahma Baba 或是 Daddy 从来没有失去希望，对我们也从来没有过不耐心，但是我们就会变得有点不耐，没有耐心。Why he took 10 years to be what he is today, you know? So, and I don't think I had much difficulty, but I think that that kind of subtle impatience towards each other. 有时候我们对彼此的那种一点不耐心，也会造成一种好像压力或者是强势，使其他人成为他们应该要成为的样子。所以甜蜜呢，也是需要有很多的耐心、信任，然后知道说有一天，那个戏份、那个角色会发生。所以当我在给这种回应的时候，我时常会避免坐在前排，但是我也知道我有那个戏份要做。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每一天我都写，我都会写下来，爸妈爸爸给什么祝福，妈妈给什么祝福，然后他们给了多少。就像昨天我有第一次的会议跟其他人，所有的那些行政人员，我们一起开会，然后我告诉他们说，就算是你说爸爸是在做所有事情，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责任的。当你在照顾那个责任的同时，有两件事情，我要在离开身体前变得完美，还有我不知道这个身体还有多长时间，所以我要到达那个境界，但是同时我要做任何我可以对学府做到的事情，无论现在我剩下多少时间都好。所以呢，我就这样子说出来了，无论我从爸爸那里能够获得多少，我就能够跟其他人分享我所获得的。因为他们说有很多的新的老师已经献出自己的生命去做服务了，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归属感，不知道什么什么的。所以呢，我一直都在做不同，就是根据不同时间去这样子，然后去见他们，去跟他们开会。所以我要说的就是爱跟耐心，以及我们祖先灵魂的甜蜜都在你们的身上。你一定也是有觉得的，就是来自大地的爱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说甜蜜呢是来自内心深深的信任，深深的爱，所以你才不需要去变得很强势，刻意的微笑，就是很佯装很强势，刻意的想要去做些什么。我有很多提问是关于甜蜜的，而你刚才也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这种责任。你之前说到的甜蜜跟耐心，你想到说有一些 母亲会很甜蜜的去煮食物，然后让那个蒸汽炉呢会一整天都在煮那个豆子。大地张基的甜蜜呢会让我煮得更快，就是变化更快。所以有时候呢，我们现在呢，我们想要快速的煮食物，所以我们可以用那个高压锅，
有时候呢，我们就煮一些东西煮得很慢，所以关系到甜蜜呢，在世俗生活当中，他们会说那些年轻人啊很甜蜜，但是当他们变老的时候，他们可能呢就更加的紧张，然后少了一点甜蜜。我发现 Brahmin 一开始来的时候，新来的时候是很甜蜜的，然后可是慢慢的当他们变老 Brahmin 的时候呢，他们就失去了甜蜜。这是跟玛雅的争斗搏斗，当你跟玛雅搏斗的时候，你就甜蜜不起来。所以如果在外在，在他们对状况表现出那种苦涩，就是这些事情不应该发生等等，它其实就是源自于他们内心当中跟玛雅的争斗。所以如果他们有一天觉悟到我一定要变得成功，我一定要战胜那个状况，他们甜蜜就会再次回来了。所以我也知道有时候每个人会变得越来越严肃的认真，也可能是他们的任务。比如说我有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中心要负责，想要时常我要到处去，所以那种甜蜜就减少了。所以过了一些日子，当你足够成熟，当你足够经验去照顾你需要做的事情时，那么你就会有甜蜜。当然你甜蜜是一直都在的，可能暂时被阻挡了，然后但是时间会再次到来，你会再次有那种甜蜜的。比如说当我听到我有这种责任的时候，我还是需要一些日子去了解我应该怎么开始。因为我离开了印度已经48到50年了，所以某个人很好的说，你是深深的扎根在巴拉了，因为你是巴拉瓦西，所以你不会有任何难处的。这也是真的，因为我要说的是，甜蜜是真的是会消失的，应该不是消失，应该是消融，应该是融合掉了。我们有一种仪器呢，去测量我们的血液跟我们的那个摄糖摄入多少的糖，然后我们是否也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检查呢？所以我们要带回来喜悦更快乐，你自己是喜悦更快乐，然后带给其他人喜悦更快乐。因为当你吃甜的东西，你会说哦好甜啊，很好吃，同样的你内在的感受也要这样子。所以其实呢，我们呢不能够分开甜蜜跟其他的美德的。在讲每个美德的时候呢，都是不是分开的。当我们说到融入到神的爱当中的时候，我们会有甜蜜，这是真的。因为比如说我花3分钟、5分钟、10分钟，我在New Jersey的时候，我们半个小时冥想，我们那种境界就是融入到爸爸的爱当中。所以这是种双边的，我们都是融入到爸爸的爱当中，然后爸爸的爱呢也牵引着我们。所以如果你真的融入到爸爸的爱当中，所有的苦涩，所有的酸楚，无论是什么样的体验心情，不管是过去的还是来自不同灵魂给你的这种体验，也可以完完全全的被去除掉。然后呢，你就会感觉到那种内在的喜悦可以变得甜蜜。因为当很多人说哦你很甜蜜，可是呢可能你内心当中还是有一种很敬畏的那一种厌倦感，厌恶感。因为你可能有那种体验，这个人对我不好，这个人真的是一点都不可做，所以就连你有很敬畏的想法，这也会带来那种酸楚跟苦涩，或者是无味。所以我想说的就是，当你融入到爸爸的爱当中，能够让人品尝到真正的甜蜜。所以从几天前我一直都在说的就是，不要只是专注在美德，你要专注在融入到爱的境界当中，然后观察这种到来的甜蜜。
所以当我们越是专注融入到爱的总境界，你就越能够精准的了解所谓真正的甜蜜是什么。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呢都有体验到，我们想要变得甜蜜，但是我们却感到很惊讶，他们想要变甜蜜，但是那种甜蜜感出不来，可能出来的不够甜蜜。我记得有一天，当我想要做所有事情，去清洗，去煮食物等等，然后早上的时候我在做 book 跟做蛋糕的时候， 我不是放糖而是放盐，所以当我去净饭的时候，如果我们的瑜伽不好的话，我们可以知道爸爸给我们提示，我们其实是放盐不是放甜。所以每个人其实是呢是很尊敬那个 book 的。然后呢他们在吃那个蛋糕的时候，他们说 Eric 你放的是盐不是糖。那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多想要变得甜蜜，但是就是没有办法表露出甜蜜。当然如果你融入到爱当中，你可以这样子，但我们并不是时常都是融入到爱当中。你是否可以回想哪一些话可以让我们，比如说特别是有时候如果我们觉得在某种状况当中我们没有融入到爱当中的话，然后我们不想去除掉那种甜蜜的话，什么我们可以想起什么话或是什么句子可以让我们重新有那种甜蜜。特别是当你在煮食物或者是在做 book 的时候，你要时常记住的就是你在做这个东西是给谁呢？是给爸爸。为什么你要做 book 是做给爸爸？我们可以在那个时候让爱浮现，因为我们可以坐在那里然后体验到融入的境界。但是当我们在做 Kamara Yoga 的时候，爸爸你是我的同伴，我们会一起做，就像 Dadi Prakash Mani 在早上的时候，就算那个时候学府不大，但是呢他还是觉得他有很大的责任。他说我早上要做的事情我会告诉爸爸，然后爸爸我们一起做事情，然后他会觉得一整天会有爸爸的现身，爸爸的存在。所以我们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在我们展开行动或是还没展开行动的时候，几分钟让我跟爸爸在一起。如果不是融入的话，至少你要浮现出那种爱，对 book 的爱。所以不管是谁带来那个花，你看着那个花，所以不断的让你的爱浮现，不管是对谁，对人还是对什么，所以你的品质呢也会是好的。当我们在吃蛋糕的时候，可能他们想说现在可能这是新的食谱，所以呢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你放盐了。所以爸爸是卡人卡人文哈，我为爸爸而做。所以我看到那些主播给爸爸的人，他们对爸爸有爱，但是他们没有浮现出那种爱。所以如果没有浮现出那种爱的话，他们也会感受到那种压力，觉得很多东西要做，然后一些东西呢运作的不好。所以你的心智呢被牵涉在很多的行动当中了，但是 Kamara Yoga 就是你不是在做的那个行动，而是思念着爸爸，然后透过爸爸去做那个行动。如果我们在跟彼此沟通交流的时候，你觉得什么想法可以让我们不失去那种甜蜜呢？因为甜蜜呢也像是种善良，像是种价值观。比如说我看到一些人的不管是不是 Brahmin 他们的行为举止等态度的时候，我感到很惊讶，就是技术型的他们看起来不大善良。我在想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时时刻刻善良呢，就像甜蜜呢？
比如有人一些人说这是额外的，你可以变得额外的，关怀关心别人更好这样子。所以善良呢，也可以是额外的。为什么 Brahmi 不能提醒自己，让自己时常保持善良跟甜蜜呢？如果爸爸是爱，是甜蜜的海洋，我们也应该是，甜蜜的河流。所以关于今天的努力呢，爸爸说到是观察者的境界。当我在读的时候呢，我有很大的觉悟。爸爸说，只有当爸爸是你同伴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观察者。然后呢，我也在分享 Brahma 爸爸在五楼站在那个窗户旁，然后观察这些小女孩被父母给带走，强行带走，她还是保持微笑，她心里面知道这一切会过去的。所以我要说的就是 Brahma 爸爸在 Shiva 爸爸的陪伴当中，所以他能够观察。所以我内在真的是有在想，可能这就是那个秘诀。因为有时候当你观察某个人的行为举止态度，或者是他的境界，他的脾气，每次看到他的脸，他独木里样子不一样，所以这是会影响灵魂的。因为你不是一个观察者，当你不在爸爸的思念当中的时候，你就无法成为观察者了。所以我想这应该是那个秘密，爸爸讲过很多次，但是这个早上我有很深刻的那个觉悟，只有当爸爸是我的同伴的时候，我才能够成为一个超然的旁观者。爸爸说 Sati 跟 Sachi。 所以该如何成为超然的旁观者呢？就像你说话的方式，你没有办法保持甜蜜，因为你不是个观察者，所以你才会接受承受着一切。比如说这个人不应该这样子，这个人不应该这样子，所以呢，这就好像精微的能量影响了其他人的那个脾气跟情绪，然后再猜想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呢。所以呢，我在想我们每个人该如何前进，就是要不断的借助爸爸，尤其是在你展开行为的时候。我想我们需要更加去注意这一点，在跟其他人的沟通交流上，就算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你是可以的，不只是善良，还是可以保持开朗的，无论你在观察什么。所以做你任何有需要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必须告诉人你要做什么做什么，但是呢，内心当中也不会有任何的那种强硬的。所以甜蜜呢，当你越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观察者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甜蜜。我想我们每个人呢，其实应该留在爸爸的思念当中，然后当我们就能够观察更多。爸爸说我们必须要有那个恒心跟持续性去成为观察者。所以可能当我们在展开行为可能没有办法融入的话，那么我们应该要保持在思念当中。可能就是在我们还没有开会，当还没有开会时，我们应该说我们要有一分钟的思念，然后再添加额外的一点，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在开会的时候也可以保持甜蜜。在没问你其他提问之前，我想问的就是爸爸说还是在责任上还是 Karan Karavan 哈，然后在这个母语当中他也说爸爸的角色是什么。你可以很快的告诉我们说爸爸白马爸爸的甜蜜的话，你是否可以形容爸爸在什么方面上保持甜蜜呢？开朗，当你保持开朗，就像爸爸的样子呢，时常是微笑的。就算是那时候他们在拐走那些小女孩，他还是很开朗，还是在微笑的。爸爸会到处走，走去厨房，走去那个庭院，
然后他会看到很多不对的东西，但是他不会停下来然后说任何话，你为什么这样子做，这不对的，这事情不应该这样子，他不会这样子，但是他会给非常充满爱的意识力，因为每个灵魂 要的就是光跟威力，或者是爱光跟威力，所以这就是他的甜蜜。那个灵魂需要什么他就给那个灵魂，所以很出奇的就是他怎么可能，比如说你走过某个人的前面，然后突然间一些事情发生，每个人都在说一些事情，你为什么一直做这个事情，你要小心，这对学佛来说是个很大的损失，每个人都叽叽喳喳的说不同东西，但是 Brahma 爸爸刚好经过，然后这个人可能他感觉到某样东西，然后巴巴巴巴走过，但是所有能量就因此转化了，而巴巴巴就是不断的在给充满爱的 drishti， 这是爸爸的学府对吗？这不是其他人的学府，他们不断的在提醒那个灵魂，所以爸爸呢只是在不断的给予他需要给予的。所以我想我们的境界呢，就是当某个人在犯错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给一个甜蜜的知识给他们，让他们觉悟。第二就是他让他们不重复去做那个错误，因为你也不能够不断的告诉其他人这不对的，你不能这样子做，你没有做这个，因为没有人能够接受的，哪怕是他们需要接受。所以呢，你要以一种很甜蜜甜蜜的方式，这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 Mansa Seva 心思的服务，这才是所谓的真正给别人合作。所以所谓的合作就是这种甜蜜，你的爱至少可以鼓励那个灵魂变得更好一点，变得更稳定一点，变得更持续一点。所以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因为有一些灵魂呢，可能他们会失望或者是失去希望，他认为说 我不可能做得更好了，那么你要如何增加的那个热忱跟希望呢？然后要如何让他了解我们甜蜜的那个正频，然后我们的知识地是充满那个光跟威力呢？这些都是真正的服务，我们需要跟所有的 Brahmin 分享。与其看着他们的有限，因为他们会说我就是这样子的，我改不了，我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了，我们不想要他们受困在这样的一种状况当中，我们要的就是他们会说是的我可以改变。所以我觉得说很多很多灵魂在 after Deepariva，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转变，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被告诉要怎么去做，而是做这个事情上是很自然很流畅，所有东西在流动的。所以我们会听到这些灵魂的体验或是他们的觉悟，我们就会知道。所以呢，我想我们应该要变得充满爱的去说，然后也给这些人光跟威力，好让他们的甜蜜感可以增加。然后这是我在实验的东西，而且呢成绩也很好。所以同样的 Avadi Pariva 我也是会说，这些人呢当他们分享自己的转变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一切都是很惊奇的。所以不只是在听，以媒体的语言来说这个评价呢，这个节目的评价是很高的。所以如果只是在听的话，大家不会有持续性的转变的，所以应该是有更多的转变。因为一整年做下来，每一晚有节目呢，有课呢，也是不容易的。我想上一周开始你在分享呢，真的是来自你的真心的，你的心之深处的，你一直在分享爸爸的爱，不同形态的爱，
然后你也跟其他不同的力量跟价值观连接起来。所以我在想，关于那句话，融入，爸爸说你要跟我很亲密，然后你要成为我的同伴，要结合。然后我在想说，融入是不一样的。我在反思你之前的分享，比如我们要怎么去做我们的责任，你告诉我们要怎么去融入，就好像把我们带入到那个境界，就是我们如何跟爸爸对齐，他怎么是那个卡拉卡拉万哈，然后这个责任呢，就是我们的责任呢，不只是要去做那个责任，而且是保持融入。所以不只是融入，你还是要决定怎么去做那个事情的。比如说，比如说我们缺乏了爱或者是那种灵性的话，一种是你说出来，另一种就是你看该如何去创造出来。所以现在我必须要召唤爸爸，我要为此召唤爸爸。所以当你带着爱去说的时候，那个人应该要有得到一些启发去改变。我时常说的这种灵性，It will be like in golden age and how it was in Brahma. 我们要想一下在金时代会是如何的，或者是在 Brahma Baba 还在的时候是怎样的， Dadi Prakashmani 还在的时候是怎样的。所以我告诉每个人，每个人不应该要觉得那个世纪过去了，而是我们应该要给他们那个体验，我们在延续着那个时候那个世纪的那种爱跟一切，但是你只能够透过自己的境界才能够让别人看到跟感受体验到。所以我要怎么去说，要怎么去表达，然后哪一些正确的字眼，怎么样的正品。所以就算是卡尔卡瓦哈爸爸在那里，但是同时呢，我还是要去展示出来。所以在那个境界当中，我觉得至少我自己是被融入跟爱这个境界，就是这个题目受惠很多。最近呢，我跟 Hyderabad 做了个 Bhati， 然后呢那里有很多中心，然后就变成国际了。那些人觉得归属感，觉得自己说的话被听到，所以呢这是很令人惊讶的。我知道这也是爸爸存在，所以无论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需要做什么，我们还是要给其他人感觉到他们是很接近爸爸的。是的，他们是属于爸爸的，他们已经把自己献给爸爸了。所以有很多人没有见过任何的大地，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接近过大地的。那你要如何给他们那种体验跟感受呢？只有当你融入到爱当中，当你在说话的时候，你说这一切都是来自于爸爸，他们才能够感受到。他们会说周四你可以献敬饭给爸爸吗？那他们坐在那里，然后呢我就在这里敬饭，他们那个时候是甘露时刻。所以我在想说，当你保持融入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要做什么，然后当你说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是爸爸在帮助。所以就连履行责任呢，也是关系到你的境界的。所以我说爸爸你是卡然可尔文哈，然后就退后去看他怎么去做，不是的，而是内心当中你还是有美丽的想法，我就不断的写下来，我就说哎，这是好的，我应该这样子写，应该这样子说。所以
这个功课呢也是功课是什么你能做多少就是那样子了你会觉得你是那个你是那个主要的飞行师吗还是爸爸是副驾手就是副驾手那个那个飞机师所以呢爸爸现在呢我跟 Gentleman 跟爸爸一起了所以我们有两个飞行员了 OK 所以无论是什么一切都是有益的我们可以分享可以说话我们必须要出现我们就出现所以很有趣的我们两个都在国外然后所有巴拉巴西对我们有多少的尊敬跟爱personal to ask you a little bit what you shared with her and what kind of chit chat you had with Sister Genty 我可以问你跟 Sister Genty 说聊了什么天吗就是你跟她有什么分享是关系到这个角色的吧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是从一开始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想法我希望这些事情可以实践然后找一些姐妹可以为我们做安排然后我们找到了一我们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觉得爸爸是卡然卡尔万塔因为他给我那个渠道去操作这件事情所以我跟其实 Janty 的关系是从孩童时代的他是二岁我二十岁我们差八岁然后之后呢他来找我爸爸说你来找我叫他来找我然后你有个陪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有那个滋养所以我想 Daddy Janky 在这一方面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 Daddy Guzar 跟祖先灵魂他们做了很多然后我们也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非常期待能够看到你们两个不断的启发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激你一直在做的分享让我们可以品尝到那种爱现在我们认为那个爱变得更甜蜜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更加能够融入到爸爸的爱当中如果有 Tolly 的话那么我们就更加能够融入到爸爸的爱当中了我已经很多天没有见过 Tolly 了可能美国家庭可以跟我们分享那个 Tolly 因为 Tolly 没有办法从荧幕跳出来所以我们只是看到所以这就是我昨天跟 Mohini Ben 说的比如说见面之后我们会分享 Tolly 这是我们很想念的所以我们相信呢我们有那种方式可以获得这种甜蜜所以谢谢你给我们这个体验这种糖分就算是没有 Tolly 我们还是觉得很甜蜜所以非常感谢莫慧妮弟弟然后祝你美梦祝大家美梦谢谢莫慧妮弟弟那拉杜 I was actually going to ask you I don't know if that's too indiscreet as well do you have a favorite Tolly is there one kind of Tolly you prefer 所以 Brother Eric 问莫慧妮弟弟有没有特别想吃的 Tolly So、他需要去想 Malpura 他说你在提醒我我喜欢 Malpura 就甜蜜的 Puri like 那个有个姐妹提醒我说你喜欢 Lagan 所以其实任何新鲜的东西吃起来都好吃 When you all come yeah if...所以当那个边境开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庆祝生日庆祝什么在八月份的时候在 Peace Village 如果那个边境开的时候很多加拿大的那里的兄弟姐妹等着过来所以很多人已经开始在订那个车票了等那个美国的边境打开所以就会有同理带着越过边境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提醒他们说我们真的是很想念那个 Tolly 的交换所以谢谢 Mohini 弟弟
然后很快的边境就会开放了，所以我们也想念来自印度的托利。所以如果某个人来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托利。我们也得到很多来自马杜邦的托利，但是该如何把它送出去呢？那也是个问题。所以如果能够看到你手中拿的托利，我们就已经在流口水。流口水而已，还是说已经感觉到甜蜜了？我们也融入到甜蜜当中了，所以非常好，好的。所以晚安，我们选定。Lovely teacher, did you enjoy? Om Shanti, 你们大家享受吗？刚才的那个交谈。One day it will reach anyway. 所以有一天，托利会到达每个人的嘴里。It only comes to Brahmins anyway. 托Brahmin呢，就会收到，就是托利只会去到Brahmin那里。所以谢谢大家。所以现在让我们都在爸爸思念当中。